山滚滚吹散了爱，我是漂流的一粒尘埃，浮浮沉沉茫茫世界，迷乱的心敢有药通解？坠落万丈的深海，也是对你痴心不改。再过怕天边的云彩，不知什么叫做自在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证明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。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。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，有缘自然和风吹散天涯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证明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。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，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。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。哎呦，这就是咱买去法国参展的衣服打样哦，真正足特别呢。是啊，法国时装周是国际大事，咱今年哦有机会参加，虽然只有十分钟走秀，啊，不过嘛，赶快爱穿像烟火一样灿烂，好大家看到咱天成集团上水的一面。这世界真正是袂歹啊，卢卡斯，你千万唔通去法国时装周出名了哦，有大白兔出钱甲你挖角，你就跳槽。我甲你讲哦。你安尼做，我一世人袂帮你锁。袂啦，哪有可能？当初对我这么好，我这么侪资源，我哪有可能跳槽？我即马上重要的是吼，是把咱天成集团变作是国际知名大品牌，变成台湾之光。嗯，真的，你做会个，我相信你做会个。多谢当处长。哎，谢。其实吼，我之前就一直想要去参加法国时装周啊，啊，只是迄个时阵，夫人甲我讲，安尼伤过开钱啦，嘛讲我是利用公司的资源，成就家己的名声，害我一直唔敢放手去做。不过即马董事长，你这尼啊信任我，我绝对是尽心尽力替咱公司拍拼的。小英啊，就是所有代志啊，都要计较啊。啊，惊人这么办伊啊，啊，不过伊对人哦，确实想空想方啦，啥物奥博拢用得出来，才会比这个好听。啊，冠军啊，你甲英辉哦，拢甲我斗相共，恁想爱救命稳定，我阿要甲恁说多谢嘞哦。哎，这都要正式摆一道，好好甲恁感谢才对哦。好啦，董事长，别这样说啦，这我应该做的啊，而且珊珊是我的好姊妹啊，我斗相共是应该的啦。啊，都朋友，都朋友，什么好姊妹啊？珊珊，这你老的啊。哦，爸，你不知道，卢卡斯是我的好闺蜜呢。第一个动作是我的亲姐姐，赶快，才对。哎呀，你胡白乱讲啊！我提冠军的本事笑。我哪有啊？啊，卢卡斯伊把穿衫，把时尚，搁把谈恋爱，伊看喜欢的查甫囡啊，一个一个都逃过他的手掌心。啊，我应该好好啊，把这好姐姐哦，俩好爱，做我的军师。珊珊啊，你安尼清清菜菜都讲出来。你问冠军的意思啊，无得甲你，伊无欢喜你这种讲法啦。干咩？可是，董事长，我这人是较特别啦，
不过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啊，我嘛袂因为家己的原因吼影响到做工课的代志啦，哦。哎呀，我拢知影啦，拢知影啦。我无讲出来啊，我无当做一回事嘞，哈。毕竟啊，咱做时尚这道的，心巴都爱看，对。啊，是讲我捌看过你的爸母嘞，伊拢真传统啊，所以我想你对因哦，够麻掉的哦。是啊，想袂到董事长比阮爸妈搁较了解我。其实，因应该心内有数啊。只是不愿意面对啦，也不要紧啦，哦。爸母对囝儿的爱吼，是会当克服所有问题。你得给因一段时间哦，给因好好来接受你，哦。珊珊啊，虽然咱无当作一回事，不过咧，你也问清楚管管的意思，莫造成人家困扰，哦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太大汉啦，人情世事都。管管啊，我看那不是公司的，喊我这查某囝，你嘛爱照顾。没问题。大师弟，哎哎哎，妈妈，六六六。大师弟，哎，大师弟，你今天就有眼光的，搁知啊，重用阮管管呢。哎，安尼就不枉费为着公司安尼尽心尽力呢。迄定定加班到三更半暝，迄秘书是安尼血汗工厂呢？你爸无啦，你是咧讲啥物血汗工厂？我做设计本来就无啥物上下班的时间呐、啊，而且我较介意伫只加班啦，才较安静。下我就在临干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不是讲，别讲话，莫讲啦。啊，董事长啊，阮管顾即马规心，拢伫咧公司呢。这款文工是要倒去找啦，无彩顶跩的婚礼哦，予张顺破坏去啊！是讲即马补办嘛会赴啊？顶跩你无法度来参加，即马做主婚人拄拄好啦。妈妈，莫阁讲啊啦！迄婚礼哦，只是为着要拆穿张顺的真面目。其实我甲珊珊从头到尾都无要结婚啦，你莫阁讲啊啦！无啦，啊无你就。重新培养感情啊！啊，男未娶，女未嫁，对不？啊，恁两个为公司安尼这尔啊付出，啊，不要结婚是要创啥嘞啦？对啊！哎，珊珊，我看你跟阮冠军感情足好，足甜蜜的啊！阿姨嘛要少年过啊！我知影一个查某囡仔哦，若是对一个查甫囡仔，啊，感情这尼好，就是足介意的啊！对不？哎、啊，是讲水某，你少年的时阵是有去介意对一个查甫囡仔安尼作甜蜜好啦？嗯，不是你是谁？好，你卖岔啦，要讲正经代志啦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爸妈，我甲董事长咧讲公事啦，若有啥物代志，咱等起再搁讲啦，好不好？嗯、欸。恁讲公事，我嘛会用个听啊。无啦，董事长啊。这次哦，张淑英红了，我冇功劳呢，是阮家检举，啊，张淑英才叫警察抓去哦。是是是。啊，你若是甲阮做亲家吼，我甲你保证，阮绝对徛在你这边，阮甲你好好保护。保护你。嗯。是嘛，代志已经过啊，全部拢交好律师来处理啊，我无想要搁提起伊啊。哦。哎，珊珊啊。嗯。等现在离开啊！哦，我过会去病院哦，来检查身体咧。是哦，拍摄拍摄。哪里啊？哦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董事长，顺行啊！谢你啊！哈，再见再见。啊，罗丽的。安娜呐。老情侣啦，董事长唔知影，伊啊赶紧要走。甲我什么地带啦？迄拄则拢嘛你咧讲话，我徛边啊也无讲着啊你。你唔免讲话哦。当时你有感觉眼叫的啦，啊是眼叫啥啦？啊，看到表兄弟敢袂眼叫啊？当时你有看到你，都想到伊的夫人过去是你的小三，伊当然嘛希望这世人永远拢莫看到你。好啊啦，我拜托你莫阁讲啊，好无？恁拄则袂舒心要甲人拆一路吧呢？你敢知影你安尼态度真正让人足讨厌的？啊！张顺已经被抓起乖啊，卖接受法律的制裁啊！你甲因提起是要创啥啦？啊！人董事长足有风度的，无想要批评前妻，所以我甲恁拜托，
莫搁伫伊个伤口上撒盐啦。而且哦，当初就是真正要去病院做检查，唔是想要针对谁，你就莫牵拖啦。对啦，你莫牵拖啦。嘿，我是讲我莫牵拖啦，莫牵拖。哦，惊咯就惊咯，看手机啊你。嗯。哈、哦，你搁伫看什么老师为着股票？你到底股票会输偌济啊？我无了钱啦。哎、欸，只要无卖出去吼，这拢算是存股，唔是咧炒股票啦。嗯。我听你讲，哎、啊、呀，老师哦，那是遮敖，够需要你啊功课。我早了，唔知赚偌济啊！我讲哦，我无了哦，我只是用我的本钱吼去熬一寡吼，做差价吼，赚一寡钱买礼物来送我的水母的啦，好，我的水母吼，一旦到遐贵妇同款安尼哦，规身躯吼拢安尼吼，满身珠宝，叮叮当当，安尼一旦同款介安尼吼，足青影吼，安尼吼，输人唔输阵啦。你咪讲遐尼好听、啊。嗯你是不是啊？想要偷唱西客，在外口吃小三？冤枉哦，我无啦。哦，我真系，我的水母啊，这尔有智慧，佮生个这尔有气质吼。迄外口的野花，我要哪看会上目啦？哦，佮再讲哦，即摆吼，我所有我赚钱的迄动力吼，拢是水母的力呢。欸、已经过这么多年了，我外口都没什么不良的记录，这如果驾驶机嘛，应该算是满，欸，小尾都已经行清楚了，你说对吗？哼，翁婿在外口头吃，对太太来说，是心里永远的疼，就算工作的好也不完全了。欸，想到这我很同情的心的呢。迄郑秀英哦，抓来关，柯律师竟然要替伊辩护，迄王心莲也知影，唔知偌伤心嘞。啊，即嘛唔是拢有流言啥物肉搜，咱只要吼讲咧，迄、那个郑秀英吼，伫个柯家安怎唱秋，安那糟蹋即个吼柯太太，即、這个影片甲放出去啦。我保证哦，全世界来看到郑秀英吼，这样唱秋的模样，我绝对甲配嘴烂。嗯。你个讲，你个讲，安那啦，无讲无去，愈讲愈气啦！啊，真无简单，咧监视器甲藏落去哦，竟然又咪无落掉啦！哦，迄奇怪，你到底是啥白脸啊？大项代志拢欠一条啦，生理嘛做甲无去啦，连迄只影片嘛翕甲无去。哦，我真正是。不啦，水某，你茫安尼讲。迄密录器是你家己藏的，你管哪知我你安那设定的咧？即摆是怪我，我搁予你一个机会，好好讲。无啦，对，水某讲的永远是正确的。啊，即摆吼，刘秀英已经红了去关啊呢，啊，哎呀，片嘛无去啊。哦，啊，咱吼的任务嘛已经顺利完成啊啦。即马刷落来上要紧的，就是吼，安怎让冠军甲珊珊会当安尼吼，开好花结好枝，会当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唔才对。免想啊啦，你讲免想，啥物意思啊？因为你后生，哎呀，废掉冠军甲珊珊这件代志哦，你免想啊啦。哈，迄龙眼的代志哦。已经落无着啊！啊，因后生搁再来大咱后生，怎么来用的啦？我一定要找王心莲，啉一下午茶，好啊，甲开讲一下。吹热灯，夜半掉眼泪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迄录影的代志哦，已经落无着啊！啊，因后生。搁再来大咱后生，怎么来用的啦？我一定要找王心莲，啉一下午茶，好啊，甲开讲一下。不是啦，啊，你即马是要讲，迄因后生来找咱后生的代志，你真正要甲讲这件代志许啦？你管我要讲啥？
不是啦，啊你诶，啊你这话唔要甲我讲，哇，你甲解释一下，我唔知我咧后边要怎进行这个工课，啊你，啊西门啊吼，哦，看有影，这见啊讲个讲咧讲一半咧，我定调咧，就要闭见有影。哎，水某呀！啊，你要去一人饮下午茶，啊，你旧个房间一倒倒两点钟，无你是倒啥货啦啊？你看，啊，我那几个装起来，有鬼气无？哼，我看是鬼气啦，啊！不是水某的，当然啦，哦，像你安尼吼，你安尼吼，哦，手环手指啦吼，啊，银手指吼，安尼吼，啊，搁有这钻石手指，啊，搁有这破链耳钩，你挂到规身躯，叮叮当当吼，真正出去的时阵吼，足贵气的。无，借问一下，你是倒一类目睭看了？我钻石手指。不啦，不是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啊，我利用我的专业啦吼，甲理论啦吼，啊，伫股票赚大钱了吼，我买一粒吼，像安那鸽子蛋遐大粒的吼，钻石手指互你挂，啊，你出去哦，甲迄贵妇的面头前的时阵吼，迄手指举起顶起，迄金光闪亮，擦甲因的目睭哦，拢脱汤去，迄个画面咱亲像起来蛋，迄种的贵气吼，就是你的贵气。查甫人啊，讲会到做会到。当然，莫跟他剩一支嘴，啊！无啦，水宝，我嘛甲剩一支嘴通讲伊啊！啊，无啦，水宝，等下我来，我无啦，你做鬼去啦，水宝呀！曹先生、曹太太来啦，你们坐。啊，你今日哪会过来？有啥物代志哦？啊，我就想讲哦，迄张书银行掠走啊！啊！你之前互伊欺负，甲遐尔凄惨，啊！伊即马有报应啊！啊，不过哦，拢无人甲你关心，所以阮就想讲，来甲你安慰一下啦。对啦。哦，多谢恁啦，我无代志啦。哎呦，咱是好朋友呢，讲啥物多谢啦？无咧，伊确实是多谢咱啦。啥物意思啊？因为吼，是阮去检举，叫警察来甲张小英掠走的啦。吼、哦，安尼看到这个查甫安尼，去只官庙讲哦，啊，当面头安尼迄个唱腔哦，摇摆的模样哦，感觉安尼吼，足气足愤慨就对啦。你看到伊伫咧阮家唱腔摇摆的模样，啊，你哪会知影张水英住伫咧阮家啊？啊，就是啊。阮在恁家哦，整件事情阮都有录起来哦。你哪会当安尼啊？这是阮家呢，你无经过我的同意就偷整件事情哦，我会甲恁告哦。阮好心录一件事情，丢你啊！替你俩张输赢，啊！你无甲阮感谢就真做煞，搁要甲阮告？真正是好心无雷霆呢。你敢有面讲出这款话啊？你讲你是侵犯隐私呢，偷看阮家的生活，我袂用吞忍。我还可以重新跟你讲，你才是个可恶的呢。没，无啦，柯太太，你想我想给你冷静一下啦。你想看卖，若不是阮装着监视器，你到即马都有张树荫糟蹋呢。你无甲阮感谢的尊督煞，搁要告，真正有够无意思的呢。搁再讲哦，迄张树荫啊，伊安尼甲你糟蹋，阮替你足抱不平的呢。看来张淑英真正骨头袂见笑的啦，这番影片哦，伫阮手头，连工吼，阮家铺上网，互全世界来配水呐，替伊讨一下公道。对，你到底是翕到什么影片啊？无啦，都翕到吼，这个查某咧，啊穿甲足妖娇的吼，啊竟然爱你这个大某吼，替伊买不落食，内衫裤呢，迄方看咧到底吼，头壳甲要穿起呐，足愤慨。分开就对啦。柯太太，你有张淑英哦，糟蹋安尼，阮只出动情的呢。恁爸一定足后悔哦，去招一个偷食袂七嘴的囝婿。是讲哦，我真正爱提醒你呢，你唔若爱红婿，伫外口学袂来，
连你后生嘛无爱回去厝诶。你哦，你爱好好注意啦。若无哦，你家哦，早摆农家煞体，规个家会无去哦。你哪会知影阮燕婷无爱回来？啊，伊着哦，伊着早起留阮后生啦，害阮后生无法度好好做工课啊。高太太，啊，你着看着哦，阮替你打小三，啊，收留你后生的份上，你应该把阮当作你家己人啊。啊，好啊，感谢阮，毋才对，啊，哪会把阮当作敌人，搁要告阮啊？哦。好啦，当作我甲恁答谢，即个手指互恁。啊，对，无啊，对，你不你不，再去。哎，无无。哎，对对对，再去啦。哦。来，伊啊吼，咱就莫联络啊。来，无啦无啦，哎哎，脱下来。伊啊，咱就莫联络哈。脱下来，我走，我叫甲你。手指，哎呦！你看啦，筋骨闪闪啦，你看这手工啦，这看就知影，特别少钱。我你讲的这卡，也不是足大卡，是会当带偌济钱啦，也不是鸽子蛋啊，你。鸽子蛋，有才调你送一个鸽子蛋来看卖啊！我看你连鱼蛋都送袂起啊。像水妹，啊，咱甲人揢一卡手指吼，也毋知过咱落锁未哈？啊，未啦，啊，毋是咱甲讨的，是家己要送咱的呢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遐一卡旋啊，呢，愈看愈闪吼。这应该特别少钱吼，我看吼，安尼啦，来，不，不来，不来，水妹吼，你这卡吼先我吃啊。啊！我摕来当现金买股票哦，然后生个仔囝吼，赚搁较济钱，买搁较大卡来送你啦。什么食红？我甲你泡啊见红哦，个囝嘞！我看你卖个迄个老母拢输了了，真加财啊啦！哎呀，什么水某，你莫安尼讲啦吼！我甲你安尼做伙去找柯太太呢，我无功劳嘛有苦劳，那好康的拢你咧摕，啊我啥物拢无，安尼无公平啦！自从你去外口甲小三乌白来，你的人生就无公平这两年啊！拢已经过遐侪年啊，搁咧念这代志，莫安尼啦吼！这卡吼辛苦啊！哦啊啊来，我来，我赚较济，我才买较大卡好。这手机我的，不是啦，你这手机好我啦，无啦，手机我的，快走快走，什么手机啊？我来，嘿嘿嘿，啊，关哥你等下哟。你等下，啊，巴肚会枵无？我妈煮物件给你吃哈，你吃啥？啊，恁两个哪会咧取什么手机？哦，妈，恁哪有这钻戒？啊，恁哪敢买起啊？啊这是你妈哦，炒股票赚的啊！伊赚足侪钱，足侪钱的，所以买一卡手机送我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我炒股票赚的。哇，啊你变作股神啊哦！啊你昨不是甲我吊钱，讲要去摊平，啊奈今仔日变赚遐侪？啊我都，我唔是甲你借来摊平的啦，啊！你安尼，我一看你讲我咧趁钱，啊，拢也欠袂欠钱吼。啊，我安尼替你投资啦吼。我咧讲，以后你赚的钱吼，拢总交我爸爸。吼，我安尼用我专业的这个理论甲技术吼来操盘，替你安尼钱赚钱，你看。袂咧，你钱袂咧交恁爸，伊也赔了了。我这……啊，恁两个讲的话，哪会倒袂起来啊？妈，这手机到底是谁的？当然是我的啊，无敢会是我去抢来的啊？我是感觉怪怪的。我拜托恁哦，莫去做一挂有空无顺的代志哈 ，please。没啦没啦，本来心情又好。你好心啦，去休困。乖乖乖。无代志，无代志。
你卖笑，我求你，看来看的，就来就的。无啦，水某，你卖对恁阿姐遐残忍，好无？来来，参详一下，我弄，你开始过来。阿明会就想忝嘛，回望姐姐安怎？哪里你来？不是，我去买咖啡啊。你耶，你耶，确实多了。啊，是啊，我困去啊。哦，无啦，啊，你拄仔上忝，我搁买点心，互你补充你的体力。啊，谢谢。啊，介绍安怎？手术都要结束啦，即摆送去医疗病房观察。医生甲我讲手术结果安怎？医生讲手术真顺利。安尼就好，安尼美女以后一定有一个全新的人生。啊，你讲咧，那拢无看到你讲。哦，伊去买咖啡啦，啊，我拄好来看卖尔。哦，明慧，多谢你为着美女加等较久，害大家。妹妹，你烦恼几工啊？你是咧有白讲啥？美女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我本来就应该伫遮陪伊啊。我看你遐日忝，实在袂得过啊。啊，等美女先生哦，我一定头一个甲你讲。一定来哦。啊，我拄则看你，我伫咧你眼睛个头，看起来遮自然呢。我想美女若是看到，一定特令欢喜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明慧是上忝尔。是啊。我顶个我伫李彦哥银行后无说哩困去，啊结果我上当还受伤，伊隔天阁去拉筋嘞。无啦，我肩胛头的受伤哦，迄是因为细汉时阵甲朋友拍球才会受伤，甲你无关系啦。啊，我迄个时阵讲生虫尔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你两早讲啊，害我瘦骨白筋很久。我去买咖啡啊，那无我等下阁困去。啊！你甲明慧明明就做素皮，你真正无可能。我甲明慧就毋是较早的关系啊，我甲你讲过。不管安怎讲，拢是我对不起明慧啦。我即马心思拢是美女，我希望你会当好好照顾明慧。我就讲过，明慧永远拢是咱的好朋友，我当然嘛照顾伊。我知影你对明慧一直无改变跟心意，即马你讲的是借口啊。你对素如是责任，是温情，也毋过温情甲爱情是两件代志。你若是因为这份温情，煞无愿意去面对心内面真正的感情，安尼到最后老来只有遗憾。啊，你即摆呐，心灵大师哦，我差一点就失去我心爱的人啊，当然嘛，才有体会。哥。千万不要当我零星，知不？多谢好叔的阿公，加护病房开放探视，那你当轮流，你可以看美女啊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。美女，你的手术真成功，这是高顺阿姐
给你的心脏。你现在重新得到生命，也表示我们的感情受到祝福。现在一切的苦痒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坚强起来。咱就好好建立新的家庭，新的人生，好不？差就莫甲恁通知啊！因两个冤鬼多啦，我真正让因给恁吵死啊！哎呀，就是他太吵了啦！啊，你哥来干什么呀？美女好不容易手术成功了，他都万一看到你，哎呦，那高俊的心脏一下就停了！不是，呸呸呸！啊，不是叫谁讲话，谁放屁啊？这病院呢，搁什么心脏那么停去啊？哎，你只是去查美女哦？啊，我说错。好啦，是莫着急啦，美女搁咧昏迷，就算我看到伊，嘛无法度甲伊讲话啊，等伊清醒才搁讲。我看你两个拢卖入去，安尼较公平啦。我入去就好啊。我笑啦，姐。你好，我入去看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严格要看哦。卖啰嗦，我入去就好啊。明慧，坐我入去。哦，不走了，去去去。新疆不上大，叫阿妹阿姨跟我去做。赶紧清醒哦！你会当有新的生命，真正是咱王家的福气。你放心，妈一定常常去拜阿尊啊！感谢伊的善良，让咱这个家会当完整。人就是安尼啦，拢唔知影头好地少。你会当活落来，已经是天公伯啊！予咱真大个福气啊！啊，不过我是想讲，假使你哪会当替你多生一个囡仔，予我抱孙，安尼毋知有偌好。可袂生，无我着完成做妈妈的一个愿望。我一直感觉我的人生无够圆满。你甲我是同款的命运，妈妈真正就唔甘要你的。算啦，阿尊已经入塔，嘛算是圆满啦，你也莫阁艰苦啊啦。有一段时间没看到阿俊了，都不知道他生了这个病，所以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样啊？阿米也没来得及跟我说，真的是绝症吗？是啦，伊得这种病哦，叫渐冻症呐。啊，迄渐冻症患者到最后哦，迄规身躯拢无法度叮当哦，敢若头壳哦，阁足清澈诶。迄敢若想起来哦，都敢若酷刑共款呢。迄阿俊哦，表面上是最乐观诶啦，啊，其实伊心内应该是拢知知诶啦。可是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，
无啦，伊无做戆代志啦，真正是意外。啊，这种病哦，迄本来就较歹控制脚手的动作啊，啊，就安尼跌落去啊。其实哦，伊会当照伊家己的意思，甲心中红美女哦，这嘛算是圆满啊啦。我没能好好照顾你，还让你为我担心，现在圆满了，不痛了。炽热的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真的金正阿姨。哦，你是德胜阿姐。阿姨，阿姐恁唔帮我。咱来较细腻的，即马诈骗集团哦，拢去做迄熟识哦来骗人。看起来不太像啊。哎呦，你笨呢！啊，骗子敢会伫面顶面写骗子能力啊？阿姨，啊，你想到倒位去啊？你把我当作是诈骗集团哦？敢不是？不熟装熟，九成九都是啊。阿姨，我唔是啦，啊。阮哥甲阮小弟，阁有来你遮住呢。恁哥甲恁小弟，啊有来阮遮住过，敢若丽妍甲你讲啊？啊你小莹哦，哎呦我认出来啊啦，真正足久无见啊！啊，哎，啊你敢来？小莹是谁啊？啊，着丽妍的小妹啊。丽妍，庆娘的儿子。哎呀。德胜阿姐，啊，阮爸叫杨庆良，阮妈叫张玉琴，我阁有一个阿哥叫杨明珠。啊，你甲阮阿哥转起来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姑丈。庆良、玉琴、明珠我都记得，但为什么要叫我姑丈啊？难道阿勉说的人是明珠？哎，林德胜阿伯哦，失去记忆啦。你咪想想者哦，我知影。来，哎，秀英，啊，你来倒来基丁啊？哦，阿姨阿姐，我甲你介绍者，这位是我的同事安维林，啊，我来基丁拜访客户，顺便来看你。哦，阿姨阿姐，您好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啊，慢下客啊，来得坐来得坐。哎，同事嘛，来得坐啊。阿姨，我叫安维林啦，你叫我维林就好，唯一的维哦。哎呦，拍死啦，我误会啊，基丁较歹啊，安。维林，哦，维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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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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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因为吼，原来是安尼哦，想不到发生遐尼侪代志，我竟然拢唔知影，竟然是阿俊阿姐叫到美女。嗯，我们刚刚办完阿俊的后事啊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莫去讲这啊啦。公仔哦，大家加工苦的啦。哎、欸，秀英，你最近过了安怎？我听恁哥讲，即马改做头家啊。无啦，
不是什么头家，我只是一点点的股东尔。人家头家就是伟林，啊，我跟伟林是好朋友，伊甲阮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最后会创业，生产一挂生物科技的产品。生物科技真厉害哦！是阿姨，我们公司啊，其他医学大学合作，我是负责市场的行销推广，阿秀英是负责在外烘焙。是啊，年轻人就是要有理想，要有创造出自己事业的一份企图心啊。嗯，是啊，当初为您就是用这岁好啊，啊，那无我怎唔敢家己创业？创业虽然辛苦，也唔过真有成就感，对吧？嗯，哦，恁两个哦，真正是足欠卡的呢。想袂到哦，这么久无见啊，阮细汉哦，看起来安尼优秀优秀的秀英哦，即马嘛变女强人了呢。无啦，女强人哦，许维玲，大家做伙拍拼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啊是讲哦，秀英啊，啊恁到搬厝了，你就拢无甲阮这老朋友的联络啊呢。哎，拍摄啦！阮家的状况你嘛知影，当初真正是不得已。知啦知啦，希望小兄哦，大家不容易啦。阿姨，阿花今晚唔就来看你啊！而且阮哥甲你讲嘛，有来你才大对不？对啊，恁家囡仔哦，佫会记我这七胖哎呦，我真是足感动哎。啊，恁妈的个性哦，我知知的啦。自少年哦，伊就无介意阮遮七贤路的小姐，啊，即马无联络，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啦。好啦，天下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，要埋怨啊，就去埋怨玉琴啊。啊，嘛爱看会着人啊，无我是要跟鬼埋怨咯。阿姨，啊，阮妈就是较传统啊。阿姨，迄叫做避俗啦，头壳拢唔知人好变巧。阿姨，阿姨，我妈今麦有变较好哦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啦。哎、欸，阿姨讲话啦，袂记问看你要食啥呢？唔免啦，阿姨，阮等下过来去拜访客户，阿姨只是来甲你看一下尔。哦，这么无闲哦。哎、欸，啊，无恁那生物科技到底是在做啥啊？阿姨，阮目前哦上主要的产品是这啦，口腔防护喷雾。口腔防护喷雾。哎、欸，我老花呢，这厉害的设计我看拢无，是创啥的啦？阿姨，我甲你介绍一下啦，这吼、哦、口腔防护喷雾是阮公司用专业技术做出来的，啊，内底成分基底是钠离水，嘛叫做氢氧负离子，啊，这个氢氧负离子就厉害哦，无添加酒精、油啊，啊是香精、防腐剂，就会当保护阮个口腔。像就我甲秀英啦，大刚咧四季招客户，就会当随身炸咧，无关系啊，就喷一下，会当保护咱口腔安全。哦，所以你说你们产品是含什么氢氧什么啊？是氢氧负离子，会当保护咱口腔气离口臭。啊，你摕迄罐吼，是添加天然薄荷，若是感觉嘴哒哒、口干舌燥，就安尼喷一下，湿润一下，感觉就爽快。金香啊，我记得陶哥你好像说什么常常口腔干涩不舒服。哦，对啊，啊自从伊肺炎哦断医了后，就有这后遗症啊。秀英，我想买一些，不过不是我用，可不可以请你回台北的时候帮我送去给陶哥妞啊？哦啊，陶哥妞是的老生啊。哦。好啊，阿姐，阿你想买买偌济？我想买半打。没问题。钱我再转给你，哎，不过记得啊，千万别说是我送的。啊，干嘛不能说？啊，你也被上了，还较大方的啊。哎，这不好啦。哎呦，有什么不好啦？啊，不是跟你讲过啊，哎，这么侪年哦。一天有三顿哦，你有两顿半拢是伊在甲你照顾，人安尼专心用心在甲你照顾，你煞人放袂记的。哎呀，我真的忘记所有关于陶给妞的一切、啊，就听大家说她以前很照顾我，我就想说有所回报嘛。哎呀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哎呀，你马上够良心的啦。哎，秀燕，再麻烦你了，啊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。
无代无钱，失去记忆，啊，唔知虾米时阵哦，才会恢复。阿姨，啊，德胜阿姐安尼失去记忆，敢会影响到伊甲罗生阿姨的感情啊？当然嘛会啊，影响外亲的呢。即卖两个哦，变成外亲婚的。安尼罗生阿姨唔就足艰苦的，逐工拢嘛足伤心的。即卖敢希望哦，德胜会当赶紧恢复，安尼伊两个当哦，做伙一世人。对了，阿姨，啊，这罐哦，嘛是阮公司的产品，这是清洁抑菌的。阿姨店内底有遐尼侪人客，用这罐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够这。用这啊，会当抑制细菌啊，甲病毒，会当让阿姨一点点的防护。哦，啊，阮店足需要的呢，这放这好，哦，这就好用的呢。啊，喷一下，好，喷一下。阿姨，小姨，你哪会来啊？来来来，给你吧。哇，足久无看到嘿。是啊。来来来，坐。阿姨，坐好哩。啊，人来就好啊，搁早上爬手啦。这不是爬手，是有人叫我送来好你的。啥？迄个人讲袂当甲你讲呢。嗯，神神秘秘。阿姨，这是口腔喷雾，啊，听讲最近一直咧感觉口腔干涩。啊，喷这药就会让有效疏解口腔干涩，不舒服哦。哦，啊，哦，这是要哪用啊？哎，我示范给你看。啊，你拢在你身躯的哦？是啊，阿姨，这就方便呢，会当随身携带，随时使用。啊，这真简单哦，喷头朝口中喷两三下，安尼就会当做好口腔保健哦。哦，这很简单哦。嗯。阿姨，你去看麦。嗯，好啊。来，安尼。有满足？嗯，袂歹呢。那刚刚较舒适啊。阿姨，这是人的心意哦。啊，到底是啥？你也唔讲啊？紧讲啊！好啦好啦，虽然迄人讲绝对袂当互你知影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一定爱讲互你知，就是德胜阿姐。德胜，嗯，伊会记得我？阿姨，这是阮公司的产品，我只是把产品送来互你，啊，你一定爱好好啊，多谢德胜阿姐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啊，是讲你啦，哇，今嘛哦，就了不起的呢。我听说你跟你朋友做伙创业，无啦阿姨，我是真正就多谢你迄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还佫有鼓励。若不是你哦，我唔知影是毋是会当行出来。对，你看你今嘛还好嘞，我拢替你欢喜啊。是讲哦，大家若是会当跟你同款，拢有好的结果就好啊。阿姨，你是咧烦恼美女的代志哦？是啊，啊虽然伊手术成功啊，啊不过即摆伫观察期，人拢还袂醒过来，我真正是烦恼诶。伊个代志我有听金尚阿姨讲过啊，我相信伊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。我嘛相信。啊是讲你着会分类，你甲恁妈奈也无来啊？哦，迄天我伫南部拜访客户，挂袂赴啦。啊，我妈是讲，迄天是阿扁阿姨的日子，伊无适合在场。恁妈就是安尼啊。想这么多，对啊，我妈一定拢是安尼。我知啊，我嘛拢惯习啊。我是讲，虽然你在华面区，啊，不过伊嘛算是有家的囡仔啊，你妈一定就关心你的哦。是啊，我妈常常讲到你的，伊感觉对你的足亏欠的。阿妹有讲啊，啊，这个婚礼哦办到较赶，等美女哦较好诶，搁会补办。到时阵你甲恁妈一定爱来，好啦，一定爱。好，快点。水，水，水。你创啥？水，一条狗，我水水就够了，谁人一直在比我？我甲你已经无任何关系，你莫过来找我。
秀英，拜托，给我一个机会无？秀英，动手啦，无可能啊！秀英，咱找一个所在好好讲。我跟你无什么好讲的。秀英，你听我讲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咱找一个所在好好讲。你若是确定要我离开，我就成全你。我需要你的成全，你放手。秀英，听我讲啦，你对我行好无？秀英，秀英，秀英。我，为啥？男朋友。男朋友，你是小屁孩，生姐弟恋哦，秀英没介意你，秀英，不要这样，放下！我警告你哦，别起下动手，起下动手是，我这，呀，多谢你啊！啊，你是小娃英雄救美。是啊。迄个人就是你之前的男朋友。啊，迄种笨蛇，你哪会甲伊交往？甲你无关系啊。啥物甲我无关系？我讲过，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当然爱甲你关心啊。公生球到家就好啊。我唔是公生球。这个当是公生球。我唔是公生球，我是认真的。公生球袂当认真，我甲你差九岁呢。你小一，我高一，我袂甲囡仔人算扮家家酒。秀英，只要有爱，年岁毋是问题。自从我来公司以后，我就介意着你啊。只是我一直无讲出嘴，惊害惊着你。你真正惊着我，我要来等啊。啊，你伫地外创啊？英雄救美，袂当甲做一半，万一迄个笨手过来调料是要安怎？所以我要送你回去。唔免啊！你会当唔免，唔过我袂当。万一真正来啊，我是会毁一世人的。你真正就夸张诶！一点仔拢袂夸张，秀英，你看起来受好欺负啊。所以讲，连你嘛要欺负我？可能吧？会惊吗？好了啦，你别再坐了啦。我要送你回去。我都到啊。啊，你家在哪？到我就到啊。哪呢就是要未到啊，行啦，我送你。真正不用啦，你快回去啦。现在时间够早，不要紧啦，行啦。真正不用啦，你。好，杨秀仪。雨巷啊。啊，你到底有几个前男友啊？他不是，是阮小弟弟讲。你好，我是秀英公司的攻读生，我叫台台哈。攻读生啊？嗯。哦，啊，你上一顿来啊？对啊。那呢，要来阮家坐坐吧。好好好。无啦无啦，伊要回去啊！再见喽，行行行。去。再见，拜拜。恁同事。去。臭啥啊！惊死人哦！你才惊死人呢！到遐尼又去让人搞戆，你安尼是咧残害国家幼苗，你知无？太不人道了！麦了，我袂讲话哦，只是东叔。敢真正只是东叔？啊，不过伊看你的眼神哦，敢那不只是同事呢。只是东叔尔哦。姐啊，你迄个小男朋友佮见我几啊回，几乎这两个理由，我真正叫袂出嘴啦。杨立功，我佮讲一遍哦，只是同事尔，你莫佮我白讲话啊。嘿，我叫你姐也毋是叫假的，好无？敢讲我佮无了解你啊？啊，拄则看你安尼哦，风风光光又我转来，恁是毋是有啥物秘密无甲我讲啊？是毋是拄则我还袂出的时阵，恁两个咧偷来暗去啊？卖过我袂讲啊，妈若知影会少烦恼。好，你心里也对啊，哈。那是讲哦，你讲男朋友是安怎嘛会烦恼啊？啊，你家妈嫌伊小幼气点啊？
啊，你提这出来要创啥？我看你想用啊，你浴室去摒摒的。我看牙膏甲漱口水就要用完啊，你去提去看。我才无遐用呢，我就无用呢。就都妈得小等一下，秀英啊，我雄雄佮感觉我就有用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把这提起放好，顺便打扫一下。啊对啊，啊今仔日敢有去病院？去过啊。美女今麦状况安怎？佮伫到病房，有你倒伫遐顾，应该无代志。希望美女会当赶紧试过。你来啦，舅。我跟你去找那小妹的代志，还找到安怎？这么久啊，一点么消息拢无啊？你的名声安怎？那小兄。拄到我较早的女朋友啊，莫名其妙叫我拍，我就衰。绝对是你去找伊啦。你之前做遐尼济介绍来吼，甲你拍一顿哦，先客气啊。我无意思讲我啊，家己也毋是去予张淑英食死死，啊杨秀英只是不爱插我尔，至少也无够保护。够用嘴硬字个你。我敢有讲唔对？张淑英之前甚物款个身份？啊！你个前女朋友相关新闻啊，无怪哦，拢无出头。我甲你讲啊，只要你好阿对我，以后吼爱情有钱，爱管有管，啊相关查甫人都找袂着啊。我老知啊，只要好处我当然要听你的，我会继续替你找证据。哦，迄无要紧啊。张淑英出头的证据啊，对我来讲啊，不过是我感情上的一个步调啊。只要新闻啊，万一搞到啥工，迄拢不是大问题。伊万一啊，为着名声，为着艳丽，伊当然万一啊。无怪你有法度做律师呢，这招真有够巧的。所以即马来把这重点啊，放伫土地开发的代志顶管啊。啊对了，伊规块土地的代志啊，你讲安怎？不是介顺利的。好啊，你听我解释啊。迄块地土地，我拢甲迄地主拢完成收购的动作啊。啊，问题是迄块大地土地一直讲袂落来。你无道理啊！咱可以介绍啊，马上就合理。啊，现在怎样来讲袂落来啊？因为迄块土地挂伫天成集团的名下，啊，我就问去找吴天成几啊届啊。伊就是唔去搞居民，佮啥物人即马破病需要休困，所以暂时无去搞阮遮个代志。后来我甲吴天成居民啊，啊不过迄老夫是啥，唔知是为倒位听到消息，伊竟然知影迄块土地是李伯伯，伊当场哦，甲介绍抽到50%，啊根本就是买袂烂啊。迄块土地伫吴天成个手头，你奇怪。啊！当初探听消息的时阵啊，那一点风声拢无啊。我探听过啊，听讲吴天成当初真看好迄块土地未来发展，所以袂遮尔干了放手啊。嘛听讲伊当初得到这块土地，有用一寡手段。啊！你即摆要替张淑英拍官司，我看伊袂遮尔干了放手啦。无要紧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来想办法。啊，佫有甚物办法通收？吴天成也无欠钱啊！你即摆替冤仇人拍官司，我看这真正也是凶多吉少。我着讲啦，我会来想办法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师傅。啊，虽然迄块大地土地一直讲袂落来，啊，不过安尼四界走撞，安尼啊，总也无一寡意思是啊。好。我之前啊，不是都合约活动费了吗？啊，不是啦，师傅，拜托一下，地主真侪人咧，我暗时安尼应酬啉酒，我身体也要拍歹去啊！啊，这一点肉汤这么大鼎，啊，你上无啊一挂肉汤安尼，
叫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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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两天吼，我叫人会回你啦。多谢姐夫，多谢柯大律师，我先来哦。我刚已经跟张淑英跳半暝啦，伊敢愿跟我斗相共啊？不管安怎讲啊，我拢爱想办法说服伊。好，小啊，我想啊，你伫病院啊，在遮讲啊，空嘴啊，一点都无袂好，所以啊，我想讲，变成啊，鲁豫汤，我来报一下。想要爱我的空嘴较紧好，然后阁予关倒转去，予遐人欺负是嘛？你误会啊！你想想想想久啊，会伤身体，我会当想办法。你做这保外就医，你着变遮辛苦啊？嗯？哼，我真唔相信你会遮尔好心，你遮唔是迄款白白做好人的人。再讲，我一个好乖起来的人，会当予你什么好处啊？啊，你想要搞才艺啊？我今日来这吼，是有一寡想法啦。无听到吼，会当互我当说着，改变伊对你的看法。我伊认同讲哦，你是为着要保护伊，才安尼做呀。嗯，你的想法是啥？啊，你伫天神集团啦，待遮尼久啊？应该伊会了着吧？你想要摕遐黑料换啥物好处啊？而且我若是把遐个资料给你，我阁会当摕到啥物好处？有啊，这是一个双赢的代志呢。啊，对你来讲上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继续一家。这要无够，让我清清白白无罪释放。是你这辩护律师上基本的要求，啊，无道理！你啥物好处拢摕了了，我说啥物拢无，你讲对无？我是真正就认真个想办法，你离开家。啊，不过这法律的程序就是这样麻烦，我嘛无遐多啊，我嘛就是要甲你斗相共啊。啊，不过看到你这样遐辛苦吼，我嘛就心疼的。你想看卖？虽然讲哦，你是真正受伤啊，若无我甲你斗相共。你敢会当这样安稳的朋友待这么久？嗯？安尼哦，你讲的嘛有道理呢。啊，不过我拄则已经讲过啊，这只是上基本的代志。想要提这一点仔小代志到我手头的消息，哼，你卖迷茫。张水燕，咱两个实在到今嘛，敢讲我其他对你不好啊？在我太太面头前啊，我嘛是一直在保护你呢。就算我太太刚刚讲啊，家己受的委屈啊，我嘛是站在你这边啊。刚刚你真正认为讲咱两个感情是假的？唔免阁甲我讲这个，我早都已经讲过啊，我已经看清你的真面目啊。炽热的夜半掉眼泪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，我嘛是站在你这边啊。刚刚你真正认为讲咱两个感情是假的？唔免阁甲我讲这个，我早都已经讲过啊，我已经看清你的真面目啊。你卖俩尊讲啊，几句好听话，都会当换我手头的物件，我这么好康。你到底要安怎才愿意跟我斗相共？真简单，只要你老实跟我讲，你到底需要这些物件是要从啥？我有看到一个土地，啊，不过这土地在吴天成的手头，伊唔给不要我。所以你想要靠土地变更来赚钱？我手头确实有一挂资料，那是放出去会当让白变作是乌的。啊，不过你打算要给我什么好处？只要你愿意跟我斗相共，什么拢好讲。好，哪一块？
我讲给你听。放心啦，我袂甲你加啦。这相片啊，叫洪先生。啊，有蔡英辉的。咱今摆目标啊，是点心集团。这其他的吼，就莫我家己出麻烦啦。而且，只有洪先生一个人，这更有说服力啊。好了，啊，等下我把这相片寄出去。这相片是安怎？我着代表公司参加政商名流的宴会。迄天永辉嘛做伙去啊，啊，不过即摆相片内底完全无伊。哎呀，这就是要互咱误会讲哦，你甲这个政治人物有一款无正当的关系。到底是谁叫你要恶毒啦？想要打败我的名声，真正足可恶的呢。阿爸，想要要安怎啦？这个相片若是流出去，我的名声都互毁掉去啊！你放心啦，哦，这个相片既然寄来咱公司，就表示伊即卖袂放出去外口，哦，我先啦，这个代志，爸爸来处理，啊。爸。你敢知影这相片是谁寄来啊？我想应该是林大伟吧。前一阵啊，想要买我手头这块地啊，不过我无答应啊。林大伟，伊敢有钱买地啊？所以背后人应该就是柯中信啊。哦，而且我听到一挂风声讲。柯中信有一挂代志拢交给伊只古阿来处理啊。迄许中信真正足过分的呢，啊，进前伫咱天成集团做法律顾问，迄顾问费偌悬的呢，结果为着张水甲咱拍官司，现在搁摕啊莫名其妙的相片来抹黑我，哪有人这样恶极啦？想我这样歹？唉，这人处理代志一向是不择手段。啊，不过爸，你刚才伫咧张淑英做代理董事长的时阵，做咱的法律顾问，而且无入来公司上班，你哪会知影这侪代志啊？哎，那都问，你张淑英提供的啊，这两个人早就交结做伙了。张淑英啊，吼，伊是真骨溜啦，伊做代志拢会留一手，啊，伊会叫人翕这相片，就表示。你早就有这个歹心嘛？伊拢已经互人掠去关啊！我真尔无安分哦。这拢是爸不好啦哦，当初是我看人袂清啦，才让张小英入来咱五界大门，甚至公司上班。唉，煞即马煞拖累着你啦。爸，啊，即马要安怎？卡叔，你无答应伊的条件。一定会把这相片啊提予媒体啊，时间那是我天成集团的名声，也受到影响呢。你放心啦，我唔相信讲柯中信无伊的弱点啊。若是我抓到伊的账头，咱就甲伊谈判的本钱啊。啊，不过时间敢会付啊？我足惊万一有啥物状况意外。啊，许忠信啊，搁有张淑英伫咧陪啊，甲伊支持，甲伊斗三工。啊，你嘛知影张淑英迄个人啊，笑笑，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而且最近
又让人抓去关，真的很烦恼的。放心啊，公司有办法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好啦，爸，你就是咱天成集团的大靠山，也是我的天花板。天花板。办公室只有做开一个人，敢讲早顿是要给我的？伊无送给其他人，干那送给我，是安怎会变安尼做啊？要甲问清楚无？无的卡是假买。泽泰。哇，小姨，你不是说你要减肥，哪会到尾到这么早才早顿？你还在这热量超标呢。我本来是想讲，早餐是一天的开始，应该吃好吃饱。啊，今麦条条你讲，我感觉我还是卖吃。来，杨玲。这么澎湃的早顿，你够无爱？好，我知啊，小姨。你一定是想要家己减肥，把这热量分给我，让我变大块。不过不要紧啦，吃较饱的才有气力减肥，你讲对吧？对对对，你应该是对的，歪理一大堆。无，这不是歪理，我感觉亚玲讲了就有道理。这早餐就是你的。好，不用啦。啥啦？为什么不用的？我是听讲，若无食早顿，新陈代谢无好，所以无食早顿减肥是错误的方法。讲得蛮唔对，简单，一人一半，感情这么算。紧食，等下我要去仓库点口水。好，不要紧啦，我等下吃。我是经理啦。好啊。你哪会把我送的爱心早餐送给别人啦？那是我特别亲手做的呢，我用做些点心练习的。结果你竟然送给亚玲姐？我就是知影是你送的，才会跳过去送给亚玲的。我就是知影你平常时拢无咧食早顿，所以特别为你准备爱心早餐。你竟然送给别人，实在是就糟蹋我的心意啊！在公司做工课，就专心上班，莫顾遮有诶无诶，反正我无讲也无人知影。啊，不过我无介意安尼啊，若是予人发现哦，只好去予人讲声呢。这我拜托你，莫阁做遮个代志。啊，若是你阁继续安尼做，会造成我的困扰，我就会甲你开除。你哪会遮古板啊？我卖上早顿卖西啊，啊无你陪我做一只中昼。我懂，我就无。就一顿中昼尔，再忙也要吃午饭。你若是无爱陪我做条通道，阿妈我袂等下甲你做一只。你是感觉我袂甲你开除吼？我感觉你毋是小气的人，无用无故开除我这个优秀的员工。哼，紧做工课。却惹得夜半掉眼泪。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。我感觉你不是小气的人，无用无故开除我这个优秀的员工。哼，紧做工课。秀仪，你这
的口腔喷雾啊，我用了哦，脑啊真正更加舒适呢。啊，所以哦，今日要来买送给朋友啦。阿姨，你唔但是阮产品的见证者，阁是推广大使呢。还是有真正足好用呢，啊无我就唔敢乌白送。阿姨，听你安尼讲，我真足欢喜的。啊，你嘛算是间接甲大家斗相共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我甲林佳小姐，这是我妈的好姊妹啊，罗珍阿姨。阿姨您好，您好。啊，我拄啊才甲小英在讲啊，你的口腔喷雾真正是足好用诶，我用了哦，然后变个足舒适诶。啊，今日哦，买来送给朋友啦。嘉德阿姨哦，介意我的产品，实在足欢喜诶。这防护纳里水随身品，送给阿姨。哦，啊，这有啥物作用？会当保护你啊。这个防护纳里水吼是荣获 SNQ 国家级防疫产品认证，而且伊是用专利的技术，和这个对阿蛋讲，环境中一般常见的细菌还有病毒全部抑制掉。哦，这么厉害哦。嗯。这接触皮肤干嘛安怎啊？我最近哦用足侪酒精啊，手拢感觉足呆，遐味哦阁足歹闻的。啊，这款讲有啥物味？无味。阿姨，我跟你讲吼，这个防护纳里水真正就厉害诶！我请你喝。好啊，你看啊，你，伊是无味诶，完全无化学添加物，但是接触到皮肤还是吸鼻，拢真安全。啊、对啦，今麦唔是捷径，会当出国啊、嗯？这个随身品啊，可以当随身携带上飞机。今天的产品，阿姨，你放心使用。哦哦，啊，这大小看你皮肤够多好呢。阿娘阿姨就别跟你客气了哦，免客气，多谢。喂，你好。嗯。你讲的这个部分，我已经在处理啊。是，我会赶紧完成。好，我知影。拜拜。安怎？秀英，股东佫打电话来问，问讲你的资金啥物时阵会到位啦？阿姨，拄只打电话来的是公司的股东啊，因为我的资金一直无法度按时入账，因才会打电话来。啊，若是我的钱，同款无法度伫公司的户头，因就爱我退股啊。啊，是手头无方便哦。阿姨会当做哩。阿姨。其实，阮公司是为林家贵的大股东合资成立的。我是真看好阮公司的产品，才会想要投资的。啊，拄着好的产品就要把握。啊，而且这个时机，我相信哦，有益菌的产品一定就有商机的。我嘛是安尼想的，啊，不过阮妈就是讲袂通，我也无法度。这几年我赚的钱拢交予阮妈，我手头才会无钱，资金才会一直无法度入账。啊！你要离国进前，无先找恁妈参详。当然有啊，我妈本来拢讲好，谁知会熊熊变卦。啊，即卖伊就一直讲做生意风险收悬啊，唔肯家己好啊。我是真正就看好公司的产品呢。我想我还是找时间去跟我妈参详看卖好啊。唉，一定是恁爸已经做生意哦失败，还想做债务啊，啊这件代志哦。玉琴一定受到这大的打击，伊才无希望你做生意啊！啊，阮爸本来就无适合做生意啊！阿姨，我唔是负责经营的，我只是投资啊，管理财务尔。就安尼，有啥物袂放心的？讲来讲去，阮妈就是唔相信我会甲你讲。阿姨相信你啊！啊，而且我拄仔听你朋友介绍，我真正感觉这间公司袂歹。未来哦，一定会有发展的。我嘛是安尼想的，阿姨，我有甲阮公司产品的报告、检验结果，啊，佮有实验数据摕互阮妈看。啊，不过阮妈就讲，迄会当做假的。阿姨，阮公司的产品哦，是有经过国家认证、医学大学认证，啊，佮有送去美国做检验，会当有效抑制新冠病毒变异株呢。这是要安怎做假的啊？啊，阮妈就是讲袂通，我无法度，那是真正无法度。我就决定退股啊！创业办的无简单，啊，不过你爱敢拼，袂当认输，
啊，而且哦，嘛袂当拄着一点仔困难，就想要放弃。啊，无你想要哪成功？阿姨，我知影，我袂像你刚刚就放弃的。啊，不过我也无想要为着这个代志跟我妈冤家啊。你别烦恼啦，你若是真正无法度说服恁妈，啊，那阿姨投资你啊，我拄仔嘛有讲过啊，啊，恁家的产品哦，我就喜欢的，而且我嘛相信你的能力。感谢谢，阿姨，你真正愿意支持我哦，安尼我就唔免为着这个代志烦恼安尼。啊，不过我妈若是知影你甲我斗相共，伊一定足生气的，无你卡阁会走去甲你冤家。啊，冤就冤啊，非天之是我的，伊也无办法叫我收转去啊。啊，搁再讲啦，我甲恁妈实在几十年，伊的个性我足了解。恁妈哦，就是好强。保守个固执，啊！连阮遮个好姊妹啊，想要甲伊斗相共，伊拢唔去。阮妈就是安尼，我也无法度。阿姨，我真正就欢喜你支持我的想法。啊，不过我惊我妈知影了后，会就无欢喜的。啊好啊，这样都好我来处理。啊，阮做时代本来就应该互囡仔掠风撇雨，唔是甲恁找麻烦，所以。你放心，阿姨，多谢你。司令，亲，你看我，我阁想讲，你生我这尔凶，把我关起来，是因为无想要看到我，啊，想要叫你赶紧过来啊。我根本无想要看到你这恶姐走啦！那恁伊来创啥？想要看我有我落平心？张淑英啊，想要将你好像关起来，可会当作怪啊？我哪有？我是一直踮伫这病房内底呢，而且吼，伊四点钟拢有警察伫外口守条嘞，我是会当创啥？哼，这就是你高明的所在嘞，哦！你人强关起来，你可会当替别人做歹代志？啊，我问你，珊珊进前遐应酬的相片，是不是搞有可能性？啊，你想要咩来做？我想要创啥，你敢会唔知影？咱做这尔侪年阿仔某呢？我想要好呀，我想要有一个查甫人会当真心爱我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恁拢做袂到。参像你这尔有心机的查某，谁敢爱你啊？我爸之前对你无好，我五家对你无好，结果呢，差一点仔，让你痛吃落吧。你敢知影？你现在做无人爱你，因为这是你的报应。哎呦，傻白甜总算大汉啊！哦，啊，不过还是伤惨啊。我张秀英一直拢是食软无食呢，你那是想要跟我做对会用的啊？飞在我手头是有真多天星集团的了，想要把天星集团毁掉，那是真简单。过去我是带念咱翁仔某的情分，所以我才什么都无讲呢。告诉讲你若是阁继续安尼逼我，大家就做坏事。你到底要哪才愿意放手？你讲。真简单，就是让我欢喜。你就要甲警方讲。我当初不是在绑票你，我是在保护你。还有啊，柯中心答应给我一些好处，你就要打不给我。你这老人真的要贪心嘛？干嘛？我感觉刚好而已呢。就算说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你拿什么做保证？你这样清彩说我有什么要相信你？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的话，啊，不过就算讲唔相信，恁可会当安怎？即马球是伫我的手头呢，我要当好相就当好相。啊，有才调，恁就予我永远无得开嘴。啊，那无，就算讲恁把证据毁掉，都凭我是一个这尔可怜的查某人，我安尼凊彩靠靠的，嘛是真侪人会相信我的话。所以重点就是，顾天星，你敢有要答应我的条件？爸，你根本无心意要解决问题，
咱家己想办法，莫求伊啦。我都唔相信，凭伊遐个相片，就会当甲白白布染甲乌。好啊，那恁大家都试看卖。白家，哼。爸，你袂当答应伊的条件啊！我袂当让你受到伤害啊！问题是张淑英这个人啊，这么贪心，让伊成功一届，就会有第二届、第三届，这是无底洞呢，永远无可能会满足的。啊，不过你一个查某囡仔，哦，那叫人安尼胡白乱讲，甲你骂哦，你的名声就……不一定要相片尔，嘛袂当代表啥啊。而且永辉迄天嘛伫咧，这种代志只要查者就知影。啊，不过即摆社会啦，看到的人多，求事实的人少，你应该知影，话是在人讲的呢。有当时啊，一寡歹听话，比刀啊更恐怖呢。只要你甲永辉相信我，我就唔惊。你是我的宝贝仔仔呢，我捧你的手心大汗呢，我哪会感觉你吃这样苦？假使这是天心集团的代志吼，我一个人就会当处理啦。啊，不过张小英，伊的目标是你呢，伊真巧啦，伊知影你是我的弱点啦。我嘛无做歹代志，我就唔信伊会当搞安怎？这社会舆论是会当塞弄的呢。当初是迄个王世仁，伊都袂堪要社会舆论的压力，才会摔得跳楼，对吗？啊，我都无想要你对这种压力的，我无想要你闹这种歹名声。爸，刚刚你真正要改证词？你应该怎样？邪不胜正，哟，三王张小英这么一时得意。我相信，甲母一定会受到惩罚。爸，啊，张淑玉迄种人讲的话，敢袂当信？啊，就算伊即马甲相片交出来，嘛无路用啊！想知影敢袂留卡币？而且我看迄许忠信哦，无可能这么简单就准赌耍。我想先甲张小英安排好啦，应该就无啥问题啦。啊，为着柯忠信的目标，就是迄块地嘛。当初是我不爱卖给伊，我知影伊是规定的啦。啊，不过即摆为着你啦，我赶快会当放弃啊！哦，爸，你即个好人计谋得逞，后盖一定会用啊！赶快放弃来威胁咱。哎呀，刚讲咱一定要安尼一直退让，拢是爸爸无好啦。当初是哦，叫迄个张小英入来咱五家的大门啊。这嘛袂当怪你啦，想知影张淑英迄人这么假，见已经拄着啊，那安尼干来会当想办法解决啊。郭董事长，你今仔日哪有过来我家？你免甲我讲遐客气话啦。我知影，我手头一块地，你是一定要摕到的。若无，你也袂选择甲张淑英迄种恶贱查某人合作。嗯、你安尼讲就严重啊！我哪有甲伊合作？我只是吼，今日辩护律师的立场吼，可以淡薄帮助尔啦。你甲张淑英两个人到底啥物关系？我无兴趣知影。你阿妈一块地嘛，毋是袂用的啦。啊，不过。我希望你会当想清楚，你甲张雪英合作，唔是一件好代志呢。你看我，我就是上好的例啊！哦，伊今仔日会当选择你来对付我，林刚若有更大利益啦，伊随时都会出卖你。董事长，莫会啊！这土地的买卖吼，这是我的副业啊。
我是刘孙呢，我要摕到这土地吼，一定会按照合法方式去做啊。啊，那相片的代志一边哪讲？什么相片啊？你要地址也不要紧啊。我讲你爱你一句话，你绝对袂当对付珊珊。我当初你话真正是好爱讲真相呢。俺吴小姐那是无做犯法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去对付伊啊？是啦，我承认啦，我对你手头迄土地吼是真有兴趣啦。迄土地啊，耕地一边嘛不来开发，对不？啊，实在是哦，想去龙贵社会住完啦。所以我就想讲哦，给买落来，买来新建青年住宅，回馈社会。你意思是，你想要跟你丢人吧，赶快要出来做议员就对啦。你嘛知影吼，大太太啊，领导是个政治世家，啊，今麦王家嘛无人当接班。老实讲吼，我真正是对这政治的代志啊无啥兴趣啦。不过这是我丈老爸的心愿，我无法强嘛，才去做啊，对吗？呵呵呵，看起来你丈老爸这几年对你栽培个照顾，确实是并无白了工了。哎呀，我是哦，我个驾驶啊，啊当然啦，一定我个拍实一下。嗯，既然吼，当初你有愿意吼，把这土地留出来，蛮的好吧？你可以直接继承。能力啊，啊你好讲啊，搁加些力啊。当处长，你过来讲真笑啊！啊，这土地哦，我是要来回馈社会啊，不是要来赚钱的。啊，你开这计数，更是超过啦。嗯，你这地位置你嘛真清楚。我讲这计数，无算悬啊。那是讲，你若要真正回馈社会，还有其他真多方法啊。像你丈人爸名下嘛有啥物慈善基金会对，你把迄个基金会管理好，迄嘛是件好代志啊。你并不出来去啥物青年住宅啊，对啊？好啦，这毕竟啊，不是一笔小钱啦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啊。我讲啥个代志，我先来等。林刚啊，有时间那个讲啊。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孙杰，孙杰。五点前啊，这老高嘞，他根本就是来探口风的，完全都无想要搞土地白话，真正是啊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哼，既然啊，你无愿意生我，我会让你后悔。这是北京杂志社要出的内容啊，我甲印刷厂较熟哦，就上一波客着，这明仔载就要出刊啊呢。甲这吴珊珊讲到袂输，敢若交际花共款。啊，内底嘛讲伊甲做者政商名流，我拢有迄无清楚的关系。啊，内底哦，拢用啥物仪式啊，推测这种写法来写袂出哩。啊，非得啊，就是咧讲天成集团甲个查某囝哦，杀出来做利益交换。我的证明代志，那有推测仪式去报道。咱要报道的是事实，是八卦。啊，够耸动，读者才爱看啊。老师做新闻，谁爱看？是讲大呀？啊，若是无这样的代志，哪有这样的聪明？你看，连你哦，拢在怀疑吴珊珊呐，更何况普通的读者。对哦，就是八卦空王的所在。咱做媒体啊，不应该把销售量建立在无辜的人尸体上。阿姨就是唔敢拄到你啊，再连一顿饭哦都唔敢来吃。伊也无欠我钱啊，是安怎唔敢记得我？欠的是钱，真济行为轻。阿姨，你就是歪好吴小姐，你去啊！您就是犯强制罪哦。民警，我们再来还你啊！对啊，民警，再来还你！看你汽油的味道哎！我靠，小凯！我靠，小凯啊！你话都上来讲，你就是意图谋杀呢啊！哎呀，这是我冇看到，我看到的是我嘛足生气的。
对无收一切代价，一定要甲你毁掉文字。你去试看卖啊！你若是敢只管咱面头前就算讲，阮爸死，甲你无关系，我就信你。人生行到这，往事只能回味，世事自己慢慢体会。真多人，真多代志，在我生命中经过，虽然拢是人生的过客。有些人我已忘了他是谁，过去的来不及后悔，却惹得夜半掉眼泪。有的人我感谢有缘做伙，有的人是的，有些人我已忘了他是谁，过去的来不及后悔，却惹得夜半想想对对会给人你胸红无人对我能让你就好，吹迷离顺情回暖，我命春风为牛